很傻眼的，好不好？超痛，像他体操射而已，可怕，射的超准，在水里他射的超准，对啊，完全走不掉，超痛的。但在水里我们哎，我扭，快没办法，在陆地上也可以扭，在水里真的无得扭。哦，有他们打起来，他们打起来，超白痴。刚想说能不能剪，不能剪，不行不行的，你要打死他有几率掉。打死他有 5% 几率会掉、哇，没掉，这一只不会掉。正常是 0.05。 哦， 0.05、好低， 0.5。 对，很低啊，然后这个有调高，调5倍高， 2.5 的声音，还要调高，还是很难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很低，突然遇到也很猛啊！一直被你们追，我就说小雨，我往你们走，我气了，就他一下就不见了。我想说怎么了？我说我吸引注意力，没关系，尽量游。太可怕了，这就感动了啊！好猛啊！细卡卡，超恐怖。超猛，陆地还是被喵他那组给拿走了。你们还同盟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同盟吗？嗯，只是没有打起来而已。上岸啊！他们没打起来，没看到你们没打起来。我们这中间刚好有隔着一个小水池啊。我们有用鸡蛋示意了。对啊，哎，被鸡蛋打好痛哦！那讲我都打到了。有啊，造成零点伤害。原来我有做事啊！我一直以为我没做事啊。臭鸡蛋，臭鸡蛋！我总共砸了三颗。垃圾。哦，正常了。正常版吗？有数了。正常地图。那这一场就玩看那个随机物资箱。好哎、欸，有头空头是不是？对啊，空头箱最多就25个。哎，箱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比较还蛮随机的，就什么都有啊，搞不好一点小铁的东西啊，铁啊，黄金都是铁，还有中介珍珠，中介珍珠差蛮多的，搞不好还有钻石，那个中介珍珠，挺好玩。这时候啊，那个运气差距就会有点大了。钻石会有？会有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拿过，几率很低。很玩的都知道，玩，哎呀，这场是要玩久还是要玩快的？当然还是快啦，感觉是快的啊，就最后一场才是久。也没说最后一场前一小时快，后一小时慢，最后一场啊，就后一小时也是快嘛。大家今天都很急，就是说啊，没有地图可以打了，对吧？只好再打第一张地图啊。那一样啊，金头颅也是快速的。好，随机分队。哎，一样啊，我也一样哎。哎，我有变样。哎，对啊，那个绿队一样，不一样。那继续搓吧，让你继续搓。哎，谁？再搜一次。谁？有吗？哎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二 H 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走走走，是小杰，小杰，小杰下去，下去。喵哈大大带我获胜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，我觉得有一个战术不错，就是我们往岩浆那里跳，就他们就不会发现我们在那里了。哇，好聪明啊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哇，那怎么活下去呢？啊，当然就是都以旁观者的身份啦。哇，有说跟没说一样哎，好厉害哟！那你还问我啊？讲屁话！我就是讲，反正可以去抢一些物资箱啊。好，好啊。好，我走，那就不会摔了。刚刚我真的是惨叫的下去，刚刚早就已经抓好，感觉就是会掉。哎呦，哇，我有甘蔗，哎，隔壁就箱子哎，对，可是我记得对它是要打掉的，我有看到箱子，那样箱，对啊，那样打掉的，哎哎，好像小卡，对。然后他们说 OBS 断吗？我这边好像没断，没断。我拿到那个黑曜14个，一个中介珍珠，
你直接就打箱子啊？不是打箱子吗？是打。哎、欸，哦、打开不了。我以为是抢箱子游戏啦。有铁有铁，没有，我以为先做个斧头再去打。我看到箱子就很开心的冲过去。好好好，欸、我这边有四块铁哦。哇，好猛哦！那我懂你的意思了。怎样？懂了吗？好，一二三，有三个盾牌有了。Wait me， 给你盾。然后你要跑去哪？你在啊？我在后面砍树而已啊。好，想说给你盾。我给你这个啊！我不要。那我啊！要死人了！要死人了！要死人了！真剑珍珠不是装备啊，不是吧？我想说，现在找一下，这边有一些地洞哦。现在找一下香香，毕竟那个箱子直接有铁，还蛮爽的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捡到中介珍珠、哦。谁？你啊？又给我？对啊，我丢给你了。没看到。我看他还在地上，没关系，我把他捡起来。那你都看到他在地上还问？不是啊，我是说，我那是肯定句啊！我说你怎么没捡起来啊？你刚刚哎、欸，我哎哎、欸欸，这个你们没拿？一定。哎呦，哪个没拿？这个啊，树上有一个。哦，树上的没看到，注意到。怎么都是一些苹果、树苗？这个不愧是树上的箱子。哎、欸，箱子25个其实也很难看到啊，我看到再一个了，我已经找不到你们了，在你后面啊！我现在一个人绕单，哇，你绕了几圈啊你？我白痴，怎么了？掉洞里，陷阱10%的几率，是敲掉就爆吗？敲掉里面是苦力怕，直接爆！哇塞！哇塞！白痴！我看到小雨了哎、欸！我看到小雨哈记嘞！哇，好近哦！我看到杰克了，我只有一半的血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还离那个箱子离超远的打，我想说可以这样比较容易看到里面的东西，结果没想到就是 Creeper。然后他前面就是小雨他们了。我现在以后打这样盾的话了。我有铁镐，我有铁镐。哦、你在那边哦，我跟你讲，繁星，你后面那边是杰克他们。我刚看到你在那边。我在安全区。好，我们也这也是安全区、哎。对，我们在区内了。好，我只是内心有点受挫。什么？工作台是不是？给你。什么？你不是不拿我的装备？给我啊，反正会死啊，给我啊。我们也要相聚吗？在哪里？看你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往山上爬。我们在山下。下。想说这样看得更远。然后就上来，有没有？就直接有敌人。有草泥马。草泥马。我看到哈记小雨他们那一组。嗯，他们在哪个位置？在沙漠区。好。完全了、啊、我看到杰克在另外一区。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我们在下面。你面对哈记他们的话，我们在右边，右后方吧，或右边的三边。都还没看到我这边 X， 你们都是安全区内吗？我在边界旁边了。你们小心啊！现在我在圈外啊、哦！我看到小雨了，他哎，你面对他，我们在左边左后方。哎，我们在安全区外了，对啊，走在外了，哎，走吧。对啊，欸、你回收了吗？你们那边是沙漠还是草地？快靠近沙漠的草地。OK， 那、哦、我去沙漠。哇哇哇！他们打起来了。那个，他们有马了，他们骑有马鞍。哦，因为有开那个逆向合成，欸、他用皮革换马鞍。我看到小雨杰克在骑马了。三星，你往哪走啊？你是往沙漠那边吗？我没有贴着山壁走，我看到你 ID 了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那个草泥马是不是有皮革啊？有皮革啊，可是有啊有啊。你可以把它围上面围起来打他脚脚。我可以直接跟他尬。我走到哈基他们后面了。对啊，看到
在哪里的啊？我还真的看到你。他们跑去沙漠去咯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看到他们了。我现在在片，对，我也看到他们了。繁星，你在哪？在哪？我刚刚就沿着山壁走，我就差点走到他们头上。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哦。我们一个在上中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个十字的，哎，你们现在还 OK 吗？可以可以，嗯，上来找你了。好，我先打打一些草泥马。你听到打草泥马的声音？哎，嘣！哇，有人死了，看到他们死了。在哪打草泥嘛？怎么没看到你？我在山上，有啊。我这边 X 轴也是那个啦，在边界外。哦，你在 X 轴边界外，我们是 D 轴边界外。哎，我们也太远了吧？啊、他在那一座山吧？就是哎、欸，走吧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对，我在前面的山。哎呀，啊、被库里巴炸死！一定他也是开到陷阱箱。我在下山了，我在下山了。哦、OK。我觉得可以多打一点皮革马，打马杀马，那要留一只马，我现在有两个皮革了，一只马在外面了，有、欸、就有牛啊，那打牛好像已经被切在外面了，哦，小马、欸，要留一只，要留一只哦，哇哇哇，没剩这一只啊，马不行了，马不行了，马不行了，你们有几个皮革啊？我四个，没有，我没带的，我们刚刚那边没有，哇，哎、欸，这只不行打哦。可以打、啊啊，他感觉对啊，他也会在边界外啦。我杀了啦，杀了啦，杀了。哎、欸，还没掉，还没掉，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惨兮兮。嗯、欸，他们那一队有那个啦，有骑马，太强大了。哦，这里有驴哎、欸，驴子。我们他马不能碰水。如果哎、欸、有驴子可以打、欸，有三只，看看附近有没有牛，好像没有。山上我看到箱子，我去打一下。好。啊不行，那也在边界。他们根本在沙漠上横行哎、欸。来的这么快啊！哇，这些都没了。好吧，驴子去死吧。哦，我看到陨月了，陨月在这座山上啊！真的吗？这个陨月就在我们这里呀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而且打驴，而且我最好笑的是，我看到他摔倒了。驴、欸、子是不是没有皮革啊？有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好难掉。陨月他们在这边哦。好，吃颗苹果。哎。不够啊，皮革不够，好像要七个皮革才有办法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不行，那个杰克太强大了。有音乐摇头了。哎、欸，喵过来，喵过来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哇！喵啊喵啊，你在哪？我在你附，本来在你附近，我现在找不到你。因为、欸、我看到你们，我看到你们，我在树上。哇！我看到他们了，他们直接掠。要打一起哦，要打一起哦。好、哦，喵！你跟我们分开了。对，而且他们完全没注意到我在背后。赶紧，赶紧，准备，感觉准备要来了。我看在这里吸引他们。我要从他们后面打吗？没有，他们又退，他们又退下去了。杰克呢？杰克呢？他骑着马太强大了。他们还看到他在哈基他们附近。可是我们这边在边界外比较烦。我在边界内。啊啊！你那里是边界内。哦，对，我这里是边界内。哎、欸，有听到僵尸声哦。可是差一格就是边界外。我看到那个陨月了，他在树上。对啊，他刚刚我看到他摔倒。那边是外吧？哦，是这边还是内？盖一点小防御。哎，干脆把这边地板挖空，让他掉到。哎、欸，他们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在哪？下面沙漠边界的附近。你怎么在音乐后面？杰克很高过来哦。那你可能往右边走、啊。我掉下来了，我掉下来了。喵喵，你在吗？你在吗？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可是后面就是边界外哦。猜他刚刚在猜。
哦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盾牌暂时，小心了，小心了，有要打下去可以先打。啊，对，哎呦，哇哇哇！记得记得，我没有僵尸，白痴哦！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有有有，没事。哎，反星反星，追上。